兴趣，只是呢，最近成绩真的不太好哎，而且你做事情常常只有三分钟热度。我这次真的很认真，好不好？而且团里我又是吉他手，没有吉他的话就没有办法练团呢。练团？嗯。你知道为什么广告上面都没有要应征吉他手吗？那是因为上面都是一些色情广告。是不赚钱，连色情业者都有钱来登广告哎。我们又不是为了要赚钱，是梦想。梦想。那么这次成绩先达到理想，我们再谈谈你的梦想啊。好啦好啦，我这次一定会考好的啦，你就先买吉他给我嘛。那你加油吧，好，赶快加油努力一点。小柯啊，原来是爷哦，吓我一跳。你看，我有东西要给你。哇，酷耶！哪里来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用的啊。哇！怎么样，喜欢吗？嗯，太喜欢了。但你有指环吗？年轻的时候玩过一阵的。是哦。那你可不可以弹一下你们的歌给我听啊？早忘了。没关系啦，随便弹一下嘛。我都忘了，我都忘了。欢迎光临，这里可以帮你们点餐。嗯，没关系，我们再看一下。
试一试，回房间念书了。好。哎，爸回来啦！爸吃饭喽。爸，今天那么晚，跟朋友到公园去打太极。哪边的公园呢？办了。你不是早就出去了吗？刚打你手机也没接。陈先生你好，我是邱正国律师事务所。是的，你认识刘国雄吧？老刘，他在遗嘱里留了一些东西给你。遗嘱？老刘他走了。是的，这是他的讣文，是他女儿委托我们找你的，里面有他的电话，请你务必参加他的告别式。不好意思打扰你工作，我先走了。哎，等一下，老刘他是怎么走的？心脏的老毛病，走得很安稳。这个他还留着。是啊，我爸他很怀念以前一起跟你们玩团的日子，前阵子还说想要在我婚礼的时候找你们一起复出表演。只是婚礼？你是说要结婚啦？对啊，我妈告诉我，我爸常跟她讲说，好想要看到我穿礼服的样子哦，所以想尽快把婚礼办一办。我想老刘他一定很开心。我是说你爸爸。你们都叫他老刘啊？他是我们这一辈里面
唯一有老字号的。阿三叔，你可不可以多告诉我一些有关于老刘年轻时候的事？年轻很多啊。我先讲一件好了。有一次啊，他过生日，我们在地台帮他庆生。下棋嘛，那个台湾去美国打棒球那个选手叫什么名字啊？王建民啊。哎，对，王建民，他球投得很快，但是我告诉你，当年我弹吉他速度比他还快。有没有感觉？小伙。哎。在干嘛？哦。先生，你点的麦香鸡。好，谢谢。谢谢。爸。缺钱吗？没有。我让自己爸爸退休后拿去打工赚钱。爸，你知不知道这传出去有多难听？爸，你到底了不了解？建华，好了吧？爸，你如果觉得缺什么想要的话，我买给你，这样可以吗？你可不可以明天就去辞掉工作？
FM, your station for all the best rock and roll. I'm your DJ Ozzy, and I'm about to give you a little history lesson on maybe the greatest band of all time, the Beatles. The Beatles were a pop and rock band from Liverpool, England, formed in 1960, primarily consisting of John Lennon, Paul McCartney, George Harrison, and Ringo Starr throughout their career. The Beatles are recognized for leading the mid-1960s musical British invasion in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all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their initial musical style was rooted in 1950s rock and roll and homegrown skiffle, the group explored genres ranging from Tin Pan Alley to psychedelic rock. Their clothes, styles, and statements made them trendsetters, while their growing social awareness saw their influence extend into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revolutions of the 1960s. After the band broke up in 1970, all four members embarked upon solo careers. The Beatles are one of the most commercially successful and critically acclaimed bands in the history of pop music, selling over a billion records internationally. The Beatles' innovative music and cultural impact helped define the 1960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pop culture is still evident today. I'm your DJ Ozzy. That's all the time we have for today's history lesson on 100 FM NESE Radio. Come back next time.这就是维新运动的目标，根除旧有的陋习。阿贝，桌球不是这样打的，我教你。看到吗？换边，你试试。走，握紧啊。再握紧一点。手无烂哦。握紧点。
一下啊。爷，你看，帅吧？哦，新的电吉他。嗯，谁买给你的？哦，那时候我考试考得还不错，妈咪买给我的。好不好弹啊？弹得怎么样呢？嗯、哦，刚开始而已啦。哦，对了，之前啊，拿你的吉他去，同学都不跟我练。为什么？他们说我们又不是唱民歌的，拿一把民谣吉他去，然后他们就叫我买一把电吉他。哦，嗯，那正好，我就拿回去了，因为我正好也要用。我没有觉得爷你的吉他不好了，不过爷还是谢谢你。哦，没关系，无所谓。啊。在干嘛？哎，不要跑！谁呀、啊？走开呀！哎，将军快！阿三，三，正常。三三三。所以老刘走了，我在想我们能替老刘、哦、对不起，你坐一下。张建宽，你有什么事吗？老师，可以把随身听还我吗？不然至少把里面的 CD 还我，而且它是我最喜欢的一张 CD， 因为它已经绝版了，所以老师拜托你还我好吗？好了好了，在那一间的书架上，你就自己全部拿回去吧。谢谢老师。我是在想，我们能替老刘做些什么事？你有什么想法了吗？其实我们可以在他女儿的婚礼上表演呢。完全是年轻人做的事，我们的年纪还行吗？我们不是一直想上台表演吗？其实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啊。真乏味，想当年我们搞 band 多风光啊，尤其是像我这种强的吉他手，我告诉你，我们那个主唱都要让我三分。北北，嗯，哎，现在喝咖啡晚上不怕睡不着觉哦？嗯，是找朋友吗？是，先去看看啊。嘿，碰，不要动啊，小虎。哎，小俊，来帮我摸一张。阿三，你怎么来了？他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主唱。哎，小虎是较早恁遐吉他手。跟你讲了几落摆，你就是不相信我嘛？啊？不要听他胡扯了，我们问问阿三就晓得。是的，他是我们乐团的吉他手。真的。哎，伊讲较早迄段你若讲比迄黄德明弹的球搁较紧哦。哎，你在讲什么东西呢？哎，小姐，啊，帮我打一下。哎呦，我不会啦，小虎，小虎，我不会。来来来，我们去那边。来，有地摸，看你摸。我摸。哎呀，啊，碰碰虎，臭臭发财单调红中自摸，十台十台十台。
给钱，谢谢。我本来还以为我会是第一个先走。你说什么？没事，天妒英才，红颜薄命。老刘是个怪人，不过他也是我看过最讲义气的。是啊，当初我们团里谁没有让他帮过忙呢？连那个没人要干的团长他也就干下去了。他临走之前呢还答应他女儿要在婚礼上表演，听起来不错吧？我们几个老家伙一起重组乐团呢。哎，可惜你来晚了一步啊，我已经封琴了。我现在人生的目标啊，就是当一个称霸全台湾的老乒乓球国手。你一点都没有变，你再考虑一下吧。干什么？你教官呢？啊，你这吓老先生会吓死人的！我跟你讲，来，跟我一起看看这个夕阳西下的观音山。小虎，嗯，你要再组乐团了？没办法，实力太强，人家这么久，人家还记得我。那你怎么不答应他们？你不想回到舞台上表演吗？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喜欢看帅哥啊，你上次看到那个教练不是脸红心跳了吗？谁喜欢看我们这个老屁股在台上扭来扭去的？哎呦，可是我觉得你其实应该要再组乐团看看的。你想看？我想看啊。让我考虑考虑。好嘛，我很想看你上台表演呢。看这个夕阳西下的观音山多浪漫。好，我们今天来讲1966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的那时候。老师，我有问题。披头士是不是在同一年举行了最后一场的售票演唱会呢？你以前有没有唱过披头士的歌啊？你最喜欢哪一首啊？你们想不想听小野洋子怎么样去倒追约翰·兰侬的故事呢？想。好。真的吗？那小虎不会来吗？他哦，他比较麻烦，但是我知道他的毛病，我想他会来的。那鼓手呢？鼓手的事你放心，我和我的学生正在分头进行，现在年轻人好的鼓手很多，应该可以找到的。还是可以让我来试试看，以前爸有教过我打鼓。小鱼你确定吗？
对啊，就由我来代替我爸的位置。可是当天是我们的婚礼耶，我们一堆事情要忙，你哪有时间还要上台表演？是吗？那我看演出的事情还是交给我们算了，你们那天一定很忙的。好吧，既然你们都这么说的话，那我就先谢谢你们了。老婆可以帮我们擦擦桌子吗？是是是，谢谢。哎，对不起，请问一下，你们有在玩乐团吗？对啊，阿北有研究吗？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平常在什么地方练习呢？租练团室啊，干嘛？请问一下，练团室的费用可不可以跟我说一下？费用？阿北，你孙子也有在玩乐团吗？孙子？是我们。你们要玩乐团？是啊，玩乐团。真的假的？阿北，我们是要玩乐团哎。我不知道练团室有没有租给南开喜乐团啊？我们的音乐也很摇滚啊！摇滚乐，真的假的？要玩要玩要玩玩！玩什哎，是谁发明这什么运动？这牌子做这么奇怪，球也做这么小，这怎么打呢？小虎，嗯，我东西要给你。情书啊？哎呀，何必配合我？年龄还用情书表白？传个简讯给我就行了。神经啦，快看。外出请假单，是哎，你最近都没有运动，腰会不会怎么样啊？快动作了。We'll be right back.
这个 demo 带听起来蛮不错的。谢谢。那可以请问一下，你是乐团的经理吗？不，我是贝斯手。啊？所以我们这个团预计要在昆凌上演。请问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有。你几岁啊？现在情形怎么样？你好，我是我们团里的吉他手兼主唱。少一把琴啦，加一些东西在这时候啊，像这样。对，这样好些。我们来试试看啊。是小琥珀吗？三十多年，四十一年，四十一年，经历什么？好可怕呀！就那么久了，日子都不知道怎么过的。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们是怎么凑在一起玩这个团的？这还不是为把马子方便？那是你啊。你那时候，哎，他那时候追那个叫什么？曾美云啊。对，曾美云啊，追人家追半天追不到，然后还讲那什么话，我这辈子不在任何女人面前弹琴了。曾美云，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哎，老周啊，你要不晓得曾美云现在长什么样？我前几天在街上，有个女的在后面叫小虎啊小虎，我一回头一看，不认识，她说我是曾美云，你看，比我妈还老，真的，哇，好险啊！不是老师，我哪记那么多事情？我天天忙得不得了了，我这哪记那么多？给我看看。哎，这不老刘不那时候从哪弄来那个大麻？是我们第一次上台以后大家嗨一下那玩意是吧？嗨草。而且我们还 说出我们大家的梦想。你说什么？我说我想用我的歌声跟我的歌。感动台下的观众。就我那个时候说，我有一天啊，我站在一个高高的台子上，表我的 guitar solo。你别从台上摔下来就行了，还 solo？ 你才假会人，那时候还讲什么？我喜欢大家一起在一起的那个感觉啊。都记得老刘怎么说的吗？老刘怎么说？他好像说过，等我们年纪大的时候，还可以一起演唱。
成都还有多久可以复化？谁知道？我们要不要再试一次？试什么？我们的梦想啊！算我一份。这是硬派作风。老派。太好，人家叫我出唱片怎么办呢？加油！加油！干巴爹哦！来，大家保重，再见，再见。小虎，再见。小虎，小虎，你东西忘记拿。糊涂。哎，对了。今天要来看我们表演啊，嗯，还要带着那个达令教练一起来。什么达令啦，讨厌。再见。加油。拜拜。哎，只剩十二天了。先是小虎，你吉他 solo 的编曲编好了吧？快了快，灵感都在我这，我整理一下。那就是还没啊，你快一点嘛。当老师的，这啰里啰嗦那么多问题，没变一点没变。你也一样啊，老是那么多话。阿三，你呢？没，是不是快一点比较好？我这边也是有点问题啊，那个鼓手啊，到现在还是找不到。你看我们是不是放弃找年轻人的想法？哎，你们有没有认识年纪大一点的鼓手？有，老刘，不过他已经过世了。现在我突然希望过世的不是他。哎，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了，找不到怎么办呢？只剩十二天了。喂，是，好，好。OK， 就这样，拜。
练琴他的 solo 技巧很重要，重要的是 pose 要好，教你两招。好，你试试看。OK 吗？孺子可教也。家伙一起重组乐团呢，都还有多久可以复办？阿三，你就好好休息，我跟老周会练啊。我们现在很不错，练得不错。不过，还这个头，没有你还是不行。对啊，赶快好起来，赶快好了。来，先用水果。来，我放个，谢谢，谢谢，不用。那我先摆一盘。还中午吃不吃？阿三叔，你还好吗？怎么会突然这样子？小雨，不好意思，你可以出来一下吗？说他还好吗？是癌症。你怎么可以？你就不能找其他年轻人的乐团吗？但他们每个年纪都不小。你觉得他们体力上负担吗？你到底在想什么？对不起，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子。你让他们跟你爸一样就是了。真的很对不起。建华，爸。上次没阻止你去麦当劳打工是我的错，但这次我绝对不会让步。还没有到，OK，可以吗？
要不要练啊？爷，哎，小柯，嗯，东西都带来了吧？嗯，对，都带来了。好好。嗯，乐谱在木头盒子里。还要纸笔记的啊。嗯，好。这个谱你可以弹吗？可以。爸爸他并没有错，只是爷，这个我知道。爷，那我继续哦。好，好。谁发明这个玩具？他妈球这么小，他妈人也做这么小，他就这么大。你在干嘛？今天怎么没电话？老板，来，坐下跟我喝一杯。哎，小孩子喝什么酒？啥酒怎样？小孩子都比你们强，哪像你们，才刚开始就放弃。小生气，来了，坐下来喝一杯了。大家表演我什么好做？你懂什么？阿三他人在医院，少了他，我们的乐团怎么演出？但就这样，借口一堆。阿三也不是说他回来了吗？连自己同伴都不相信。好。随便你们，就让大家回来看你们什么样子。还有，以后不要在上课讲什么狗屁摇滚精神，立刻想吐。这小子他妈的！
他以为他是谁呀、啊？他几岁啊？老周，我们俩就揍他。其实他也没有讲错，错是没错，我还是去揍他。哎，小虎，你觉得阿三他会回来吗？阿三啊，阿三他是个傻子。我们都是啊。爷，我帮你拿。爷，回来就好，太快了，放心了吧。来，小客，小客，爷，这是什么？下好了，高兴。小客没接电话，爷。到底在想什么？都几岁的人了，从医院逃走，我还要昏倒。没事的。他是我爸。我了解，但爸一定没事的。是否住在抱在抱孙子，不变的是唱着摇滚歌词。有个打扮摇滚的孙子，原来当年我也这样子，看着还没完成的歌词，快成历史。我始终都学不乖，流泪也没人明白，不同的时空却又相同的失败，想握住这爱，却让爱一再离开。如果这摇滚节拍还有我少年情怀，就让我站上舞台，把火力全开，化作落日余晖，对自己人生坦白。对于那未来的爱，还是充满期待。
小虎啦，川太帅你不认得啊？我怎么可能认不出你呢？你弄来弄去，老是这一套。这套，这套弄我半天了。爷，小柯，哎，小柯，你看小虎叔帅不帅？帅，爷，用我的吉他吧。为什么要用你的琴？因为你用我的琴上台一定超帅。哎，小柯，这帅的事啊，就留给小虎叔就行了啊。哦。帅啊！帅，帅呆了。小柯，婚礼见了。不知道，修啊！我哪会修啊？你会修，你来修啊！哎，这你的车我修，我他妈要会修车，我都开修车厂了。莫你的车叫我修，我怎么会修了？又不是我的车么？我修，不会修就别废话，是我的车。我废话，这我废话，怎么才讲我的车？你废话什么？专门找我麻烦的，妈，我干什么都讲我，没完呢，他妈这个小子，你是不是有电话？等一下，喂，米奇，怎么了？怎么？这哪行？喂，什么？喂，喂，怎么了？米奇说他晚上有事情推不掉，来不了了。我早就跟你讲，你偏找他，妈长个贼头贼脑那个样，那一看就不是好人，妈叫光辉笑。早知道你自己来找啊！我能找到，我为什么不找？我当然是找，我找不到嘛。好了好了，什么时候了，还吵成这样？你就光会做好人，他做好人，你呢？你就老早就看我不顺眼，我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妈，现在你的车坏了，你还挑我的毛病，他妈你就找我不爽是不是？你不爽你讲话嘛，对吧？就是看你不顺眼，怎么样？妈，不顺眼，我他妈看不顺眼。好了，你呀，老刘在的话，他会怎么说呢？怎么还提老刘？老刘他妈死了，到还叫我们帮他来演什么演唱是吧？他一定会做，现在不做，一定会后悔，还会扑上一句妈，他妈。拖车就拖车，算了，他妈的！那早想通就好了，我早就跟你们讲，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子什么的，反正这么破车，他妈赶不上他多久，你们就偏要看这个车子，弄他妈我他妈在这干什么？他妈！哎，你们自己走，等我一下。
说你们怎么了？哎，路上有点事儿耽误，但来晚了，不好意思啊。那个米奇啊，他有事儿也不能来了。不过你放心，我们会表演得很好的。哎，对，那个鼓手不重要，有我的那guitar solo才最重要，绝对不会让你丢脸。丢脸的只有你，跟我们无关。丢脸就丢脸嘛，丢脸是我的专长。不过这是我们的诚意。是啊是啊，这是我们啊对你最深的祝福，同时也包含了你爸给你的祝福。谢谢你们，真的很谢谢你们。哎，我看我们就别在这儿闹新娘了，我们去准备吧。啊，闹的也只有你。我闹什么？加油啊，好好结婚。结婚还加什么油？你不懂，你没结过婚。就你结过最多次。但我就喜欢结婚，怎么样？啊，让紧张什么？这么小场面，紧张什么？真是。阿三，哎，老刘那个遗物呢？在这儿啊。拿出来，拿出来。哟，没想到你是这么感性的人哦。屁了，妈，找的锦囊。干嘛？你还想在婚礼上哈草啊？怎么样，把我抓去关了？凶什么凶？我们三个人都紧张成那个样子，一个人哈他两口，稳定情绪，大家上台才能有最好的表现，对不对？是普通的烟卷啊！你看看这个，怎么会这样？哎，搞不好我们让老刘给耍了。开玩笑，当年我还有出钱呢。你出的什么钱？是我先垫的，你都还没给我嘞。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老刘怎么能把我们钱都独吞了呢？哎，无所谓，等会我们上台啊，一定感觉比这个哈草还要爽。哎，反正烟卷还是大麻，抽了都会飘飘然的。你要当老师讲话，你这文绉绉的，令人讨厌。你再说一次，好话不说第二遍。啊，等会儿我们在台上就把他那份一起爽掉。刘先生交代我，在你婚礼当天拿给你。
以前爸有教过我打鼓，就由我来代替我爸的位置。哎，小雨。我已64，住在豪宅很多的城市，怎么回事？时间乱了位置。有个打扮摇滚的孙子，原来当年我也这样子，看着还没完成的歌词，快成历史。我始终都学不乖，流泪也没人明白，痛的时空却有相同的时代，让握住这爱，别让爱一再离开。如果这摇滚节拍还有我年少情怀，就让我站上舞台，把活力全开，在落日余晖对自己人生坦白，对那未来的爱还是充满期待。今天我已64，是否住在豪宅抱孙子？不变的是唱着摇滚歌词。谁是双手紧握的椅子？终于搞懂幸福的位置，摇滚转换成另一种诠释，美好故事。我始终都学不乖，流泪也没人明白，不同的时空却有相同的失败，想握住这爱，却让爱一再离开。如果这摇滚节拍还有我年少情怀，就让我站上舞台，把活力全开，在落日余晖对自己人生坦白，对那未来的爱还是充满期待。时空却有相同的失败，想握住这爱，却让爱。
败对人生不安，对于那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始终都学不乖，流泪也没人明白，不变的时空却有相同的失败，想握住真爱却让爱一再离开。我的吉他破音是诚实对白，就让我站上舞台，这么火力全开，在一瞬之光坦白对人生无憾，对于那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